马上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掌声有请。欢迎，你们好。嘿，朋友，如果你的前方有迷雾，那么你的身后一定有暖阳。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大家好，我们是杭州大院，吃饭我们是认真的，唱歌我们是顺便的，被大家喜欢我们是万万没想到的。开场这个歌曲很有特点，是像之前先喊句口号，感觉是心灵鸡汤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我们是鸡汤说唱，就一段鸡汤先说，然后再唱。这是哪儿发明的呢？谁发明的？原创，我们原创，对，原创。这什么音乐主题都能找到鸡汤与之对应吗？99%吧。今天哈，你们来到我们这儿，给我们俩也鸡汤一下，洗礼一下我们呗。来啊，好好给看看病。嘿，书院年轻貌美有实力，春晚全家都看你，单身再久也没关系。抓不住爱情的你，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你有？怎么样？很想哭，很想哭。我作为一个就是旁观者，哎呦，我一直在旁边很冷静的看，就是你们几个人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一种幸灾乐祸。老有这种人，来不说我，还有一位帆哥啊，我也得说、啊。那帆哥，帆哥，上了岁数也得补一补，是吧？好，这个你看我，我先声明啊，我已经有老婆了啊，这个我不是单身啊，我还有什么需要补的吗？我有点好奇一个问题，在家家务活谁干呀？我干的。那就行了。好，那我们准备来了啊。我们准备了啊。3、2、1。嘿，帆哥，中年男人一枝花，事业家庭两手抓，挣钱全给老婆花，回家还得把地擦。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非，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为了背后若是生是非，做人何必装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回你们几个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爱老婆，为老婆。我们一上来把两个主持人得罪一干净。唱完了吗？唱完了，可以回去了。再见。好的，再见。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人家态度是很真诚的，是，而且表演的时候是热情的。客户是痛苦的。但这是你们的风格，也是你们的标志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是玩音乐认识的。对，是很纯粹的爱音乐的一个玩出来的。你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呀？女明星，女明星。说点正经的、啊、那我们未来的目标，其实包括我们这次来到我们黄金100秒呢，也是希望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杭州大院嘛，希望将来我们就是全国的大院，所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我们都来拍视频。是的，那好好观摩100秒，好吧？没问题。咱们看看这个杭州大院100秒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被发光。请转身，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愿你见我的每一天都像一天那样满怀期待，无语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炙热的蝉，把星星都敲醒，月光晒得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听这次表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真实。
写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的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雨上的召唤，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春风的梦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那总是永远那么灿烂。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召唤，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梦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永远那么灿烂。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 first day。恭喜您获得由奇迹奶粉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谢谢。